今仔日是历史性的时刻，伫台南，咱共同成立全国第一个2024年总统立委联合竞选总部，咱拢是这场大选历史的见证者。请听个伫遮要感谢主任委员黄伟德市长，以及咱竞选总部各级的干部、后援会、各位好朋友共同筹备，更加要感谢咱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，拨到宝贵的时间共同参加。所以咱到今仔日，三年啊，现代场面，请大家用一个钟，甲大家说多谢，感谢大家。副总统得票率破台南历史的纪录，好无？立委的选举，咱再次讲一支全力打，六成拢总统选，大家讲好啊无？政党票，敬请支持。长期以来，和大家徛做伙，斗阵打拼，政党的第一品牌，民主进步党。